两个儿子一个鸡蛋，儿他爸两个鸡蛋，儿子一个鸡蛋，剩一个给谁呢？给儿他爸爸。你够不够吃啊？你说够吗？还差点儿。那这样，儿子，别吃了，你都给你爸爸。哎呀，那我是大爷吗？等着，妈去给你拿到硬菜。还有硬菜啊？你骗我！走。一会儿还有硬菜。你把我的面吃了，一会儿有好吃的，我也不给你吃。你爸吃完你再吃。好。哎呀，这么大，看我爸吃的真香。我都饿了。先来点黄瓜，把我前几天刚囤的无骨鸡爪拿出来吃。先用汤泡点黄瓜吃，这个汤酸酸辣辣的，泡黄瓜很好吃。鸡爪真的好多啊！酸酸甜甜，挺好。真的挺好吃啊！哎呀，个头还这么大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吃这个无骨鸡爪啊，它呀不仅好吃，而且还干净卫生。你看啊，个头啊都这么大，都整根的啊，没有边角废料的，吃起来呀是 QQ 弹弹的，而且还没有腥味，干净又卫生。它都是现做现发的，而且到手是要两斤装的啊。喜欢的东西可以放在下面小黄车了，可以拍一单试试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哎呀，我吃我的。哎呀，